星空，有没有听过？没有听过哈。三花哪三花呢？首先出门旅游，衣服要穿花，衣服一穿花，心情自然就花，啊，钱自然就肯花。三光呢，出门观光，钱要花光，为国争光。三不叫呢，就不要计较，不要比较，上车不要一直睡觉。什么叫六大皆空呢？念给你们听：上车睡觉，下车尿尿，拍拍小照，到了餐厅呱呱叫，到了房间开始呱叫，回到家里莫名其妙。哎呀，真是的，哎，六大皆空啊。